要一起做的。我要怕晒晒黑，要一起做的吗？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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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所以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跟我说话，我现在有沙子在里面，我丢了。你为什么你的手要拿这么多呢？快打起来，打起来！你放回去，你那那这么多干嘛？你都说话了，好吗？你去干你的活。你干脏事干嘛啦？我看着你啊。你看我脏干嘛呢？你干活吧。我话说的鼓很快啊，这一次要给你试一下。为什么要累的给我试一下？体验吗？这种就是体验。我今天就是让你去体验一下。我踢你的头，踢你的头。是这么薄的吗？是不是你挖的不够深？不是，是你挖的不够深。我只是花松一下而已，你深是你去做的。大家怼，对啊，你老公很喜欢在旁边念念念念念念念，他在整我啊！你看到他每次。他在整我，他觉得这样好玩，很好玩吗？是跟你一起玩的。他觉得好玩，他自己一个乐趣，对不对？建立在我的痛苦上面，他一直在边界在那个试探，我看千花什么时候生气。好累啊！他这样子就很累了。哦吼！快点做完了你，快点做。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他一直在记录，我觉得快要那个。为什么你停下来了？我观察一下你的做的好不好。你现在看到我这干嘛了？你先做完这行，到我做。你现在穿的一个好像交警一样，真的不动哎、欸。现在整个环境都好像一个交警在中田，交警在中田。你够了，是你买给我的一个衣服。因为你念念不忘昨天你的考试不及格。哇，太坏了！哇，好累啊！好，走开，到我桌。你看他特知道那个分寸，就快崩溃的时候。哎，我看到你真的是，我再拿一个工具过来吧。你也很好，就过来要帮他一起做。